我是07号，是个机器人，接到粉丝的投稿，让我来玩一玩这个绝地求生单机版。是的，自从这健康系统加强以后啊，小伙伴们也不能组队开黑了，于是乎各种单机游戏变成了小伙伴们的最爱，应该就这个游戏了。这光看宣传片啊，感觉这游戏质量挺高的，人物建模、地图场景、射击反馈，应该也是完美的还原了端游。再看一眼评论区，没见过这么沙雕的游戏。沙雕有多沙雕？进游戏纯英文界面，这人物的造型啊没毛病，的确来自绝地求生。打开仓库，咱们换个人物，就换个头啊，这也太敷衍了吧。进游戏操作一波，这把呢我一不小心落在了房顶上，此时我的正下方啊有四个大汉正在互相射击，本想着看个热闹，突然间一股神秘的力量把我顶上了天。难不成游戏没开始我就要摔死了？哎呀，竟然没事儿。紧接着呢，我来到了房区啊，进房间准备找武器的时候，突然间我又上天了。有时候快乐可能就是这么的简单。还有这里面的敌人啊，枪法也是个谜。就对面这个小伙子啊，手里揣着把 S686，枪声却是 S12K 的。我就在他面前这么晃来晃去，他愣是一枪也打不中我。后面我直接怼他脸上，可能这小子生气了，竟然吼我。算了。还是由我来结束这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吧。还有呢，我打爆载具，本以为会被炸死，结果我竟然没事儿。最绝的要数这一段，此时我的前面有一名敌人，我有车，我能怕他吗？直接怼他。但是正如大家所见，敌人似乎不为所动，即使被我车顶着走，也在坚持不懈地攻击着我，直到最后我没了，他也依然活着。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呢？值得视频前的小伙伴们深思。